整个船啊，大概整个我们后面的椅子整个都跌倒，然后整个船好像坐鱼胶杯，就是这样上下跌倒。那、啊、你还是觉得回来还是要把那个袋子？对的，就今天三天，我们去三天就把所有的垃圾都带回来这样。是他没有做啊，可是前面两艘的已经出去了。